四分之一颗，一颗凤梨的四分之一片，四分之一片，心要拿掉，我就把它切成薄片，一片一片的啊，这样子准备了。他说用凤梨来入菜，生生生甘丁啊，生甘丁非常好吃。那这一道呢，叫做我把这个咕老鸡肉，咕老鸡肉，也就是我们咕老肉的变化哈、啊，咕老肉来变化。那个所谓咕老就是广东菜，也就是糖醋肉的意思。嗯，那见到糖醋肉的话呢，就在国外，尤其在美国，是老外点菜率最高的。哦，因为它是酸酸甜甜，因为酸酸甜甜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对他们很喜欢，比较符合他们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很真的，我很喜欢吃。是啊，好，那我今天呢，我用的材料，我用的是美国家禽入口的棒腿。你用它的棒腿或鸡腿都可以哈，然后用它材料。我今天用了五只炒的，就好大一盘哦。前客做短做短花，是你这样，你看你家人口多少，人少就用三只就好、嗯、啊。人多我用到五只的话就很多了啊。好，那我来介绍它的材料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美国家禽入口进口的这棒腿，棒腿是很方便，卖场都有，全年也都有卖。好，除了这个棒腿之外呢，我们配料里头还有这个啊，就是大蒜、蒜末，好，等一下多水，还有呢凤梨，凤梨我先大家都知道怎么切的嘛哈，嗯，我把它切成片的有块状，还有青椒，是啊，青椒呢就是啊配色有，那本身有番茄酱有红色的，嗯，所以红黄绿的颜色啊、嗯、搭配起来，是材料很简单很单纯，调料更单纯，你很好记哦。调料哈，你看水、醋、番茄酱、糖各三大匙，同比例。嗯、糖、醋、番茄酱、水各三大匙，少许的盐跟少许的菜白粉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自己酱油我是要腌肉的。好，这样是不是很简单？是。来看我现在，我还是示范一下，因为呢，你如果在超市买的话呢，他没跟你切肉，你该怎么切？用这尖刀。嗯，这很简单，沿着它的边缘，沿着边缘这样去它，沿着骨头的那个边缘，对对对，我也不用特别剁它了，嗯，我不用特别剁它，我觉得它这是很方便的，是，你看我这样刀尖这样往里头一划，我就直接把它切掉，嗯，切开，我这刀子钝了哈，要盖毛了。好，来，你看这样子，嗯，好，这个我们就可以熬高汤了。是，骨头，好，我今天皮要拿掉，皮当然也可以吃哈，但是我今天我不要皮，要把它淘汰掉。你不用续的那把刀。是，好，来，现在呢，我来切成大小块，四中块，来，粗的这样子。嗯，哦，也不用太大哈。是，好，这边搭配，这我还可以切成两份，这样好大一盘嘞。你看，好，你也可以用做当盐酥鸡，好，用这我们进口这个鸡腿肉来做盐酥鸡，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好吃。你看这都筋哦，嗯，那筋也是很有口感的。是，好，把这放进来，这些，哇，这些我看我们留着一些做盐酥鸡了，会吃不完的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将这个把它腌一腌。好，对。放点酱油就好嘛，放点酱油就好。是，那酱油跟太白粉，当然也可以放点酒啦。嗯，酒呢可以去腥腥味哈。对，我可以来放点酒，没错。好，我这边呢，我来顺便拿个酒好了，来，现在来，酱油，好，酒，这是酒，我来腌点酒，去腥哈。老师还是习惯用这个。福月米酒，嗯，就是它就是米的酿造非常的香啊，福月米酒。好，然后呢酱油放进来，让它肉本身有咸味。我并不需要腌糖之类的东西，我不用了，因为我们外面有整个总和的酱汁了。是，好，来，那抓一抓，有闻到酱油香吧？有，那、嗯、酱油是就是啊黑豆的硬油。非常的香哈，好，这样子抓一抓，嗯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抓点粉，沾上地瓜粉哦，含几份哈，再来
再来炸，这样让它腌一下。好，那我再继续处理。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配料，除了凤梨为主要的话，今天这时候你就啊，这个凤梨盛产之后，喜欢吃凤梨的朋友多吃。啊，我讲过了，凤梨是所有水果里头酵素含量最多的，酵素对人体是非常好的，然后给加挂。但是呢，请记得空肚子的时候不要吃凤梨哦，哈，会改胃啊，这都胃不好，就不要空肚子的时候。好，这青椒来看一下，普通我青椒哈，我会买瘦长的，等了哎，不要那个一个等一个比个对的，短短胖胖那个青椒呢，你说籽很多啊。如果在现在青椒便宜的时候没有关系，有时候青椒我曾经买过一斤到96块。哇，干旱季节，台风季节，就贵就贵耶，因为要用要配色，不得不用哈、哦。那如果是买长点青椒的话呢，你就是尽量选那瘦长的，它苗条的。好，这青椒你看，我会在这地头的地方，是不是有点凹陷？是，它有点凹陷，对不对？你看切的时候，我会从这样子凹陷地方切掉。嗯。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切呢？因为有时候农药是卡，常常会卡在这个凹陷的地方，嗯、所以这样就整个淘汰掉了。嗯，是。你看。我这里头籽就小小的了，嗯，好，籽就小小。我当然，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这样子，嗯，你看它小小的籽这样，嗯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减轻重量了。如果很贵的时候呢，你就尽量爱养省哈，嗯，挑长长的，对，瘦长苗条的，嗯，是。那我再对切两半，这边有一点点，尾巴的地方切一下。然后今天就切滚刀块咯，好的、哦、因为今天的材料是块片状，我们就接着切片状。好，切滚刀块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灵活。那你可以用酸烫的，入水中酸烫，或者是呢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炸那个那叫什么哦，我们肉，所以呢我等一下过油的方式，就慢慢切，再炒切炒切，就是生的。好，但是也不用太熟、好，搭上碗上的馅哈。好，搭上不需要太细，不需要太细，这是我们的新香料。好，这新香料只有搭上而已，差不多两大匙，可以用到两大匙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呢，我的油温稍微可以开了哈，它开很小的火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沾这个粉，来沾它。好，因为之后呢，好，我沾好之后呢，要放在我们的盘子里头，先来沾它。你看，这变好的这肉哈，来，这我加了酒跟酱油哈，加了酒跟酱油哈，来，你看一块一块的这样沾。嗯，好，沾好之后是再放着让它反炒一下。是，好，再反炒一下。这道菜可以当宴客菜哦，哈，嗯，可以当宴客菜，就是地瓜粉，是除了地瓜含鸡粉哦，葱味含鸡粉哦，是地瓜粉有细的，就是混猫状的，这有颗粒的。我们油温呢，差不多7分热，油温7分热左右呢，就可以来炸了。好，我们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剩下2块而已。嗯嗯，对，然后可以将那个招牌把它放到旁边，好，因为要来炸了哈、哦。好，你们看到我那个有点反潮哦，是湿的叫反潮。为什么要反潮呢？反潮时候呢，它才不会怎么样脱落，粉才不会脱落那么厉害。是，好，如果现沾现炸的话呢，粉浆在上面容易脱落，容易脱落、哦、是。好，这反潮的用意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好的，把这个收到这边来，我们看一下油锅哈、哦。好，哇，我已经油味。油味哈，好的，我让你们看一下油温，油的温度。哦，够了。来看一下筷子旁边的油有没有？嗯，有起泡泡，对，是的，哦，不是我的手，有水，刚刚好洗手的水泡进去了哈。好，来，你看看这样子，来，轻轻放进去，哦，油温的已经7-8分热了哦。
好，超过七分了，超过七分热了，好，是很快熟的，是，所以我尽量赶快放多一点，让它温度降低，嗯，让它温度降低下来。所谓炸呢，油盖过材料我们称作炸，嗯，油面盖过材料我们称作煎哈、嗯，好，我稍微放松一下，下去我们要立刻马上动，因为立刻动的话可能脱落的比较厉害，它还是会脱落，那我们把它降低到最低程度，好，我现在才稍微动一下，从中间的我们先放着哈，先放着呢颜色比较上色的，先放出来。好，我跟他有立刻改成小火，好，所以呢现在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七分热了。它肉是很快熟的哈、哦，我们不需要回炸，因为如果是盐酥鸡要回炸抢酥，那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总和酱汁，你在抢酥就没有什么意义哈、哦，除非你上桌要他叔叔娘娘立刻吃，立刻吃的时候它肉是还是酥的，好。看颜色都上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来，我像黄色的就先拿出来了，像这样是熟的了。好，不要过来喽，不要过来喽，不要过来喽。好，来看颜色深的先拿出来，颜色深的先拿出来。我先离远一点，啊、我很怕炸的东西。不会，这个没什么油，没什么水分。放在旁边，放在旁边哈、哦。来，我这边用入气放。肉是很快熟的。OK， 我的麻锅里，好，我先把这个熄火。今天要过油一下哈，上面的渣渣呢哈，我把它捞起来。小心，再先加，先加这里，快喷是不是？滚了！对，好，我立刻拿回来。啊。好，现在放着。OK， 我们立刻做对照的哦。水、糖、白醋、番茄酱，还有那个太白盐一小匙，二分之小匙，还有太白粉一小匙，这些调成总的调料。糖醋番茄酱、水各三大匙，同比例。你材料多，你就 double 或者一倍半；你材料少，你就少半倍这样子。好，这样调好之后呢，我们来做这道菜了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起油锅，我们来爆大蒜，大蒜来爆香。大蒜爆香之后呢，我们再调倒入我们总和调味料。来，总和调味料，我一面再口试一次哦。好，糖、醋、番茄酱、水各三大匙，二分之一小匙的盐，一小匙的太白粉。好，蒜味香味出来之后呢，总的调味料倒进来。好，那我放的是钻石盐哈。来，慢慢的，这就闻到了酸酸甜甜的味道了。这时候呢，我要将这个我们的肉倒进来。不要全部哎，我们吃不完。好，然后呢，青椒也放进来，接着呢，凤梨也放进来，全部放。好，凤梨可以多一点哈，全部这样过油就行了。这起锅前是可以再滴点香油了，啊，让它是有光泽、有亮度，啊。
好，这样子。OK， 这真的是很好吃，下饭哈。尤其说，赶快煮一锅饭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装好的这容器了，我直接用刀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嗯。很棒的，看着色是很亮吧？好，非常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再加上这新鲜凤梨的好味道，那这个更开胃，更好吃。是不是已经看清楚了呢 ？OK， 好，我们很简单的凤梨猪骨散咕老鸡肉就这样完成喽。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礼拜还会请凤梨来入菜，至于做什么呢？我们暂时保密了哈。我已经试做了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好，那就再见啦，拜拜啦！谢谢各位，拜拜。